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吗？我抖手啊！你害怕这个吗？你往下，你往下，你往跟前去哪了？你奶奶，你奶奶哟！快点走了，小姐，你还不地方离开？你老马虎，最近这个要干架了。不会吧？他不过来给当真的要干架了嘞？嗯。你看我保护都走下去了，保护挖下去。你往下跟前去哪了？你往下，那叔叔是跟前挖过来，我到了。哦，老妈，你们是吵哪样哦？看你再挖一次试一试。哥那样哦，你问这个嘛，我地挖给我多。哎呀，多种点少种点会种心嘛，邻居之间为了这点地，你们年年都吵得不可开交。就是嘛，你看你姑娘都是那个讲，去年你也种过来，今年你也种过来，哪年年让有？提醒姐，既然今年你都已经种过来，我们都让你种了，明年呢都以这改线为准，你不要挖我们家的，我们也不挖你家的。那好嘛，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，让着让，让了一年下二年。哎呀，老妈，邻居之间嘛，你就让他三次又怎么样嘛？再说了，他娃娃和我们一样大又好玩，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相处啊？你用我想法吵回来，他要种人了，给他吃，他想要啥？管他的哟，再给他种，今年明年我都送回来。他种人，你看他明年还你不嘛？他不挖过来就好喽。不要生气了，老妈，为了这小点地，喜欢身体花不着，走回家吃饭去了。俺们身体花不着。哎，这以后那忙子就不多啊。他们地都在保护去啊，你们这些人去看着啊，不是这边地都这样挖了这么多钱。我现在养猪场忙得很，哪有时间管些哦？再说了，赶紧挖哦。人家不敢挖，挖多一年以后都是人家的喽。你们回来，饭准备好吃饭喽。哦，没点心情吃的，地都转了站去了。哪能转了站喽？啊、快打爹啊，今年又抓挖点过来了。哪样啊，他在欺负人了吧？去年挖过来我们没讲他，他今年又挖过来，我要找谁人啊？算了，不要去了，我已经答应让他做今年了。哪样啊，让他做几点，乡村人不能管，你让他，他就觉得理所应当。哎呀，二哥，邻居之间没必要闹得那么僵，人家都说人是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有些人你忍他一说他又得寸进尺，你退一步他又变本加厉。算了，不要去找他了，他上次给些钱做米，你做什么不会来惹事啊。嗯，我真的忍不下去了。二哥、哎